中了，有，前面中了。 黑鲷们，哦，大鲷，哎，这个大，来，这个大，塞进，哈哈哈哈，哦哟，这个黑鲷，哇，好，哎呦，这个钓爽嘞，塞进住。 来了来了，来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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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
都破龟了啊！鲈鱼，大鲈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刘大姐，好，好，又中了，哎呀，发挥了吗？发挥了吗？又一条又一条，慢慢来慢慢来，抄网没准备好，你不要把它抬出水面。啊，塞四斤塞四斤，你收到水面才知道啊，中鱼了。来来，别了别去了别去了，没有，我一直在收啊。哎呀，小海鲈，啊，这里鱼有几条的。前面那个也拿下来，两个人都中了，前面那个也拿下来。
还有进度了。应该还有，应该还有，都会有的嘛。嗯，应该有几条。这么有劲吗？大的，大家伙，大家伙啊，慢慢搞，卸力搞一点，卸力，卸力稍微松一点，嗯。我松了，他人都松。杆子45度，不要打直。慢慢慢慢来，收收，他不拉下去了你就收，他拉下去了你不要收。OK。使劲！哦，这条巨物哦，下一个巨物巨物，真是多！哦，这条大，别拿过来拍个照。干脆碰到了就收，碰到了就收，不然的话要挂。那、哦，好嘞。哦，家伙，还一斤多。哦，这条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五六斤，五六斤，六斤，这条。哦，哇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这条还叫大嘞。现在满海的黑钓了，都是黑钓。别拎起来，别拎起来，等一下脱钩嘞。可以不？嗯。要弄点没？够啊，弄弄。
钓，哎，又是带劲的，哈哈，带劲。好嘞，一天结束，撤退回家。你什么鱼货啊？才钓了几条鱼，哎呀，黑钓龙鱼的。啊，东西搞好啊。杆子收起来，小心。哎，到家啊，鱼货不多，鱼货不多了。太多，多拿来干嘛用啊？哎呦我去！这条我这个，这条被出动，我跟你说，连着这一条。再放点冰吧。很当心啊。等一下，慢一点。我这鲈鱼不好。哦，黑钓四五条，黑钓五条还是六条？黑钓，全是黑钓。我说可以钓的，没事的，不用放了，直接全部放上再加边好了。对，全部放在加边嘛。哎，全部放上。钓，小招钓，大黑钓。好了，钓鱼钓一天哦，赶船卖来了。5:40的船班，现在也5:00了，车子开上去到码头正好，今天鱼货不多，休息了这么长时间，风刮了这么久了，鱼仍然没有。好了，回家了，一天结束，明天继续啊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，下期见。